跨年演唱会，邀请到罗百吉。哎呦，现场呢要监听，他一直听不到，我就跟 P A 讲说，拿到一点喇叭音响呢，他就给他推到紧绷了，结果啪烧了。啊，那他就生气，他觉得是那个音响故意在整他，他就准备要去揍那个音响。我一直在台南监狱，都是关长刑期的，我就带如花去了。如花，下面大哥大哥都昏倒，我跟他开玩笑，我说如花陪你一晚，明天马上出狱。哇，要求兄弟说，我今天晚上10点，金大跟班。